你在哪里，佛心在哪里，你就在你的六根之中啊。你的本体能显出相，就能产生用。用就是说，变一杯开水，变一杯茶，变一杯咖啡来喝，喝下去的味道感觉美好。啊，能遨游宇宙，说想到巴黎，想到亚马逊河，想到海洋，想到船，那个海洋上的船，真的就上去，而且活生生的，都随心所欲，一旦变成变，光明的好也变。莲花变光变啥？那是你本体啊！你看到光是你的本体，不是外口的光照来含你烧弄，还好你看到。你本体看到光，那光就是你的本体，你的体性。我看到莲花，莲花嘛，你的本体，本体的体性变好你看。这个体性就是它的功能，那个咖啡店的那是它的功能，好你啉的。讲较大，天界互你大入去，互你足安详，足心情足快乐，欢喜充满。迄伊个功能，伊个体性产生作用。所以你求道也是探讨道，是含本体要安怎研究家己个本体。一直到看到你有一日，你个分身出来，迄就是你个本体变偌差，完全以你的样子出现。啊，你想要看个，我就见。啊，你若到有遐某济人要见本体，伊就是出现分身。看到光，看到莲花，看到啥种种，还是看到哦，天国多水个哦，真个多水，迄就是你的本体。简单的说，就见性，你心明啊，哦，你见到光，见到莲花，见到种种，见到亚马逊河，见到城市，见到广大的诸佛国土，多水个世界，见宇宙万物，叫做见性。一般有见解，但伊没有认知，没有认知，你就能。收袂掉，安住不住。当然，即摆大顺甲反对见解，你再看这属于民心见性啊！啊，伊无伊会甲伊反对啊！你家己相信家己的本体，伊表达出来，伊也毋是外口表达，你只能含本体沟通。你的思想免这么刻意，这么几个来加加，都爱三大阿僧祇才会行。三大阿僧祇到底对即摆开始算？当时开始算，反正你的本体五大阿僧祇是谁啊？你不知道你本体反正六大阿僧祇是谁啊？最近开始算呢，我讲对对开始算，伊还佫讲着佫唔对啦，伊无始终，也无开始也无终，所以三大阿僧祇你袂使讲最近开始算啊，是最近开始无始，无开始，啊无开始无开始，你嘛只讲最近三大阿僧祇开始啊，以前的三大阿僧祇是谁？所以你的本体已经。第五阿僧祇啊咧，啊你正，他生活你已经满二大阿僧祇啊，所以你免甲执着于这个经典，求这就是探讨家己的智慧生活，唔是咧向外口拜相拜相拜相，讲去拜相拜相，你拜拜你的本体，以本体为主，你若脱离本体，就唔是道啊，心道如来道，佛道拢相像，如果千过万年以来。道就是道，道就是真理，到今拢无变。老子的道，释迦牟尼道，拢是按伫解说无相像，解说无相像。你了解本体，所住本体以后，伊咧变化，你了解，接触到伊的体性，伊的本质特性，也当变化出光明千千。你甲享有哦，安尼迄种人生变净土，在地变净土，变七宝房屋变扩大，再当变。你地里要创啥？显化要创啥？啊，那是永恒的，那是象征你生命已经进入永恒，享受你生命本体的生命嘛。一切起现行，互你拥有的永恒的生命，意义伫大，不是咧表达哦，你食好，挂好，不是这意思。本体也当显出来，拄着艰苦烦恼去变过来。安详了，平时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底下咧翻滚、翻滚，点咪想啊？你哪想啊？想啊？想啊？想。在那里翻滚，拄到听到声、看到声、感受到声，啊，就是变化无定性。啊，那本体流落在，伊安尼就是安光明、清净、自然。啊，你活在世间，感觉哎呦，怎这幸福？刚才想要自杀，即马这幸福；刚才想要出家，啊，即马那也未想啊。看到相，拢足可爱，特别超视本体的体性流落给你的，伊个思想变化来变化变化，自然的。可是你无显化，你就。加减啊，看经典，听经典，摸一句互你固定，唔是讲哦，来个个拜不拜啊啥？我比一个例啦，
阿兰伫石桥旁边做服务生，尊敬二五年啊，大家伫边啊二五年啊。集结经典的经典记载，敢那伊无成，伊无成阿罗汉道啦。伫边啊顶都无啦，你甲服务会有啊，哪会无？你即摆拜迄阵佛啦，迄阵茶客个，迄阵椰仔做个，迄阵金仔空个，迄你会成佛？偶像是外在的呢，你讲个这当作佛，迄是一个尊敬的纪念性尔呢。我迄就是拢拢分放炮的，邪见邪观，但邪观的观念是安尼呢？唔则讲，伊对阿兰讲，不要以色身取我，这样邪见邪观不能见如来。那耶稣讲的，一切所工所铸造的都会毁灭，上帝所铸造的，拢是对你心中拢无看到，属灵的人才看有。啊，你本地啊生活用你的本地目睭看，天干哪二，花干哪二，啊，主人你的流露。所以你生活间不知不觉啊，和本地打成一片。拜偶像是一个尊敬，一个信用之下产生的一种礼敬。啊，人家接近二五年哪会无？这条我也是接都接无，你查埔啦看有，查埔啦你对当哦，你承德，啊是爱靠你本地。